皇城内斗，没用的东西，掀起腥风血雨。皇上，我想夺回太子之位。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却没料到你竟会对我下毒手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我已把所有的爱和蜘蛛都还给你。我要亲手杀了凤麟。6月2日晚间8点起，失宠王妃。